大家好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护理我的玫瑰花，你看玫瑰花开啦。现在因为这个季节下雨很多，所以呢它有虫啦，你看看都有虫啦，不多很多哦。今年玫瑰花开很多很多，但是有虫，我呢要给它杀虫，这个是消毒液啊。去年我试蛮有效的，就喷洒到有虫的叶子上面就可以啦。然后现在因为它发芽太重了，然后呢就倾斜，我要把它扶起来啊，要把它扶起来，等会要木桩。这边土松，去年我施肥有机肥泥，我不想剪枝给它长高高的，开花多多的。现在我杀虫以后，等几个月到七月份大概的开花非常的多，然后可以做玫瑰干花，去年做很多玫瑰干花。好的，现在我给它喷洒这个消毒液，上面你看有很多虫，咕嘟很多，但是也有很多虫。因为下雨太潮湿啦，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护理玫瑰花的一个办法，好办法吧，你也可以试一试。如果有虫，树叶上有斑点有虫，你可以试试用这个消毒液，消毒厕所的这个消毒液就可以了。好办法，记住了吗？消毒液杀虫。我给它支撑，因为太重了。支撑，然后它就不倒了。到夏天，哎呀，花开很多很多。你要护理，不护理它就不会长势的哈。好多咕嘟，准备开花了。隔壁小朋友在玩。哎呦，多少咕嘟！我今年要做很多很多的干花。玫瑰干花可以泡茶，OK， 下面我到前门的玫瑰花护理，前门的玫瑰花。OK， 这松树下面这几颗玫瑰花好像没有长虫子。白色乳白色，好漂亮哦！这个玫瑰花没有哦，这里有一点哎，有三，耶，虫，这里有一点，不掉，耶，OK， 这里有一颗，这个好像有，这个有虫了，你看，有三。
OK， 这个是紫色的，很小朵的玫瑰花，这个没有虫，这个目前还没有虫，所以就不管它了。去年我从后院摘移种过来的，今年哎呦，今年才开花，去年开几朵，今年长好了。你看它的身材不一样。家家户户院子都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这里植物生长得非常的漂亮。去年种的，它很快就蔓延，一片一片的花开。这叫什么花？我不知道。哇，这一颗玫瑰花呢是粉红色的，花最香。你看它有虫了，它的花是最香的，所有玫瑰花这一颗我去年买的，$30多呢。Give it more here。哇，这一颗虫是最厉害的，花最小朵，但是它花香是最香的。这个玫瑰花很小朵，它没有咕嘟哎，哎呦，虫太厉害了，这有一个咕嘟，小鸟歌唱，小鸟好喜欢。好的，下面我到前门这两颗玫瑰花，这是去年种的，哎呦。喷一点吧，预防。多喷一点点吧。这里有一点点。哇，好漂亮的玫瑰花。这里的气候很适合种玫瑰花。一年四季基本上。家家户户。植物长得非常的漂亮，这里雨水非常的棒，很快我们的杜鹃花就开啦，下一个节目做杜鹃花。风吹，一点，看我们家这棵树，哎呦，好漂亮的颜色，哎呦，美极了 ，beautiful，today is how beautiful， 今天你看，云朵朵，多美丽的天空。好的，我们护理玫瑰花结束啦。今天给大家分享，玫瑰花叶子长虫了，就给它一点消毒液，那玫瑰花它就长得很好了。每一年施一次肥，买一次肥泥给它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欢迎你再回来。I try this a new way. I'm gonna show you the tricks that I know. I'm getting tired of talking, and I need more of a show right now. It's time that you made your mind up, 'cause lately all it ever does is change. Feels like we're only talking, going round and around, back around. I will
like no other. Every day I won't stop like the others. Comfort zone, 'cause I need more of the truth right now. It's time that you made your mind up, 'cause lately all it